有，咱们再看啊，高老庄那集里头，猪八戒的丈母娘就是高小姐她妈妈呗，这个大家伙啊有印象的，著名的京剧演员高玉倩她扮演。哎，这壮汉力气大呀、啊！人好，有把力气。嗯，哎，你说他这模样？模样？哼，我瞅比你强。哈气！都知道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边李奶奶，还有电影《平原作战》也是他主演的。再有像这个《三打白骨精》里边啊，演白骨精的杨春霞，那也是样板戏《杜鹃山》里边演柯香的演员。不得唐僧，绝不罢休。这在当时那都是角儿。还有大家伙印象深刻的如来佛祖，那声如洪钟是吧？那个气势，再找不出来第二个演员能演出那种劲儿来是吧？是以众生，不可轻慢。他的扮演者呢叫朱龙广，年岁大一点的观众估计也能有印象，在这个电影《地雷战》里边，他演男一号高传宝。里三层外三层，家家都有地道。有年轻点的朋友啊，有这个《武林外传》这电视剧大伙儿看过啊，他演这佟掌柜他爸爸，哎，一口陕西腔也是非常有意思。几年不见，你还学会了撂蹶子了？你看我不打的你，哎，人仰马翻，高头马穿。还有，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，他是湖南省湘剧院的一名老演员，在《西游记》之前呢，他就在传统戏里边，人家就扮演观音菩萨。没想到啊，随着这个《西游记》电视剧影响力逐渐的扩大，后来那他简直就成了活观音了。据说当年啊，很多的年画观音的形象，那都是以他为模特画出来的。前面咱们说的这些角色，在剧里边咱们还能叫出个名字来啊，还有一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角色，日后呢，有的也成了大腕了。比如说给这个太上老君烧火的那个仙童，他就是在后来很多影视剧当中出演过很多角色的，哎，也是著名演员许晴。他没有死呢。闪闪闪，想不到吧，啊，当年是闪闪的那个。今天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呢，看着八六版西游记的这个时候啊，真是不得不感叹，每一个角色都太精彩了，大伙儿都能感受到，即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演员们都是用心用力的去表演，而不像现在有一些个电视剧啊，跑龙套应付事儿，一闪而过了啊。所以说，为啥人家八六版《西游记》能重播4000多遍？这是每一个演员的敬业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。杨洁导演呢，在一次访谈当中说到了西游精神4个字，他说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，我们没有为钱，没有为名，没有为利。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八六版西游记剧组对于创作的敬畏、认真和严谨，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匠人精神吗？好了。